睇节目攞礼品，观众只要留意今集日日好生活内容，答啱节目结尾嘅问题，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由玄学家黎怡铭师傅送出价值9000元嘅狐仙吊嘴莲开光证书一套。同 Kinky 坐喺度，就知道應該有啲好嘢介紹俾你哋啦。Kinky 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紹俾我哋啲日日好生活嘅家庭觀眾先？喂，平時咧，你同你啲 friend 咧，通常去玩啲咩多先？我同啲朋友啊，睇下幾多人啦。嗱，如果4-5個女仔咧，就中意坐埋一堆傾下心事、八卦下啦。如果一大班朋友咧，就梗係燒下嘢食或者唱下卡拉 OK， 開心下啦。哇！啲節目都好豐富喎、啊。我而家咧介紹呢笪地方咧，佢咧就有齊曬所有嘅設備啦喎、啊。咁犀利？例如咧？例如有得 BBQ 啦、嗯，有得唱卡拉 OK 啦，有時玩一下啲小遊戲啦，同埋當然仲有啲飲有得食啦。咦？呢、這個飲飲食食係最需要喎、啊，係嘛？個個朋友嚟到都唔可以齋講好悶噶嘛。係啊。咁呢個好地方喺邊啊？你仲唔快啲介紹一下？好啊，我哋一齊去睇下。就係呢度啦 ，Sweetheart Cafe 啊。嗯，一睇個名字就覺得好甜蜜啊，真係。嗱，你唔好以為咧呢一度咧好似卡拉 OK 房咁樣喎。嗯。你覺得係咩？我覺得佢係一間房咯。唔係，佢係廳嚟噶。哦，呢個位係廳。係啦，通常咧3-5知己或者幾十人咧，我諗呢度可以容納到25人到啦，可以喺度咧玩下啲遊戲啊，飲下嘢啊，傾下偈咁樣啦。你睇下，就算咧啲牆嘅裝飾咧都好好噶。咦，其實佢嘅顏色配搭上都好有心思喎、啊。我見到佢啲飾櫃上面都會放咗其他顏色啊，或者唔同嘅小擺設啊、香薰組啊，咁啲顏色都好出喎、啊。我咧就好中意呢笪地方啦、你睇下佢哋嘅佈置，因為好靚同埋好寧靜係嘛？冇錯啦，我喺嗰度啊，仲飲一杯咖啡添啊。係咩味道如何啊？我覺得啊，同我一般嘅咖啡，我覺得有少少特別嘅。個特別之處咧？佢係即磨咯。哦，即磨嘅，咁啊應該會受歡迎啲啦。通常熱愛咖啡嘅朋友都中意啲新鮮啊，或者係即磨嘅咖啡嘅。係啊，我好中意飲咖啡嘅。思思啊！你中唔中意呢度嘅環境啊？咦，我覺得望落去咧都好舒服喎、啊！佢嗰啲擺設啊、凳啊嗰啲，全部都好正，好舒適咯，好優雅咁樣咯、那個感覺。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哇！你頭先咧睇嗰個地方咧，我望落去咧就覺得好大喎、啊。咁其實佢可以容納到幾多人先？我啲朋友啊，少至一兩個，上至千人都有嘅喎、啊。嗱，頭先所睇嘅地方咧就可以容納25人嘅喎、啊。整個牆可以容納到25個人，咦？咁咪可以？唔係成個，因為咧佢仲有出邊嘅露台位嘅。哦，但係你又話可以滿足我哋唱卡拉 OK 嘅慾望，咁喺邊個位唱卡拉 OK 先？卡拉 OK 咧就係頭先嗰笪地方啦，因為咧有幾張台啦，同埋 sofa 啦，咁你亦都有啲音響啊、設備啊咁樣咯。咁燒嘢食嗰個地方我又想睇下喎，快帶我睇下先啦。好啊，一齊去睇下。嗱，呢度咧佢就係、是。好大嘅露台啦，嗰度咧亦都可以容納咧大概25人到噶。哦，出邊個露台都可以有25個朋友一齊玩，咁都幾好啊，又夠舒服。嗱，亦都有 sofa 啊嗰啲咁樣啦，又坐得舒服啲啦。哇，我見到佢嗰啲佈置都好特別喎，有啲竹咁樣噶喎。哇，俾我嗰種感覺咧，我就覺得佢好有特色啦。同埋呢度咧係市區嚟噶嘛，咁我覺得市區嗰度可以做到成班朋友燒下嘢食啊，唱下卡拉 OK 啊，聚下腳聚下會咁，幾好啊！我話俾你聽啦，呢一度咧就係尖沙咀邊一度咧，嘉年威老道嚟嘅。哇！鬧市區都可以燒嘢食啊，真係犀利啊！係因為咧可以行街啊嗰啲剩咧，之後就再上去，哇！飲杯咖啡，又或者同啲 friend 上去燒下嘢食，你話幾好啊？
係咯，但係如果我哋上去燒嘢食咧，佢會為我哋準備嘅咧，因為有啲地方可能佢會整好咗一 set set 嘅食品，咁然後幫你準備好曬啦。咁或者有啲咧就歡迎你自行攜帶嘢食上去嘅喎。嗯，佢哋通常咧亦都會安排嘅，亦都會分兩個時段嘅，就係晏晝嗰個時段同埋夜晚嗰個時段。咁收費咧當然唔同啦，但係咧都係百零蚊啫喎。百零蚊啊！百零蚊可以玩成晚係嘛？係啊！哇！呢個價錢可以上去玩到咁多嘢啊！嗱，嗰度又環境舒服啦，又唔使咧出去同人哋逼餐死啦，又唔使霸勞咁辛苦，真係一個好地方。喂，但係咁喎，除咗咁之外，佢會唔會有啲咩優惠時段或者有咩優惠先？哇，講到優惠了喎，嗱嗰度咧，如果咧你想搞一個生日嘅 party， 或者係同啲 friend 搞下 party 咁樣啦，我哋咧好歡迎咧，如果25人以上咧，佢哋會送翻個3磅嘅蛋糕俾翻啲開 party 嘅朋友啦。哇，咁真係好開心喎，又可以燒完雞翼之後再切埋生日蛋糕，咁我生日嗰個一定好驚喜啦。仲有啊，佢哋咧俾 APUS 嘅觀眾咧特別一個優惠啊，就係咧。如果你25人以上咧去包場嘅話咧，就有85折優惠啊！哇，85折！咁電視機旁邊嘅你見到呢個優惠，仲唔快啲去 book 位同埋約埋我哋上去玩？真嗎？嗯。哇！你好似個身形圓潤咗咁多嘅。福氣嚟嘅，福氣嚟嘅。我都知係福氣。福氣，我風韻悠長，福氣嚟嘅。風韻悠長啊！但如果你再係咁樣肥嘅話，分分鐘行選嗰個都唔要你喎！啊，拜爺公唔位唔要我嘅，拜爺公俾我更加豐滿咧。係咪啊？咁係啦。有幾多磅啊？佢哇！依啲秘密嚟嘅，唔可以周圍同人講嘅。你知唔知啊？點解我依排啊，養用咗咁多啊，面色考咗咁多啊？因為啊，四嬸咩，周圍俾錢，唔係周圍俾錢，我周圍帶佢食嘢，佢俾錢咧。啊，我都知道四嬸嚟咗好耐噶啦喎，咁你咪食咗好多嘢？係啊，你知唔知啊？就係嗰日食得飽得滯嘅，諗住去買翻啲嘢啦，煮餐鹹魚白菜俾佢食啦，清淡啲啦。點知你去咗個 City Super 度咧，係沙田嘅，喺沙田嗰度咧，又經過一個好好食噶，我以前細個有食過噶，叫唔係細個啦，都年青嗰陣時啦，食過嘅 pancake 啊！我細個都有去食啊！通常咧喺啲大型嘅百貨公司嘅美食廣場都一定會有嘅。哇！而家嗰啲 pancake 專門店咁靚嘅。係啊，佢我以為嗰啲玻璃入邊嗰啲可以食嘅，跟住我就走咗埋去睇，點知四嬸就話一定要食。本來我哋諗住食粥噶嘛。嚇！係啊，跟住佢咧，我有鹹又有甜，我哋食咗4個嘅。佢係即叫即整，係即叫即整嘅，喺你面前整嘅嗰手微微，咁起碼都新鮮啲啊！係啊，跟住啊，佢仲有得自相配搭你中意食咩就咩，一係就跟翻佢，冇乜主見咪跟翻佢咯。哇！以前唔係㗎，佢列曬出嚟咧係點樣配搭㗎嘛，而家仲可以自助式㗎。係啊，唔係自助，自己揀自相，跟住佢仲有套餐咧，唔知加幾多錢有嘢飲，不過我哋淨係食嘢。我記得啦，吞拿魚啊！是啊，依吞拿魚好好食噶。係啊，但係而家加埋芝士仲好食你知唔知啊？加芝士添。係啊，你中意加乜都得你加條腸落去，咁加係有啦。請一定要加嘅，但係佢即刻你嗰度咧，俾咗錢買飛啦，買咗飛啦，跟住佢就剪俾你食喎。跟住嗰個妹妹仔就立即整，佢都係而家仲要教你點食嘅。點樣食？乜唔就咁用刀叉或者？梗係唔係咧？一路行街一路食嘅咩？佢有個圖啦，就教你依樓食依樓咩個字。哦，即係佢而家出咗啲特色嘅字。係啊，咁就係啊，咁唔會食到周圍都係咩？嗱，嗰個妹妹仔喺度整緊啊，我哋仲望住佢整，叫佢落多啲，落多啲，但係佢又唔理我哋。佢而家整緊個手法咧，同我哋以前細個食嗰啲係一模一樣啊。係啊，我依個仲加咗 mushroom 添啊。咩啊 ？mushroom 咩？麻菇耶！哦，麻菇，麻菇耶！跟住依個就係我哋食嘅第一個板結啦。咩料啊？依個就係吞拿魚加芝士加蘑菇加菜。哇，咁豐富！係啊，食完依個之後咧，阿侍嬸話要買多2個翻屋企，咁我啊又買咗1個啦，佢請我食嘛，跟住拎到翻屋企又係冇俾阿珍同珍妹食啊，我哋食曬。點解唔俾啊？留翻俾阿珍妹佢哋食啊？因為佢哋不孝嘅。
卯家用就卯請，卯請就卯請俾佢哋食飯嘅。唉、哎，佢幾不孝都好，其實佢個心好錫你。你成日都幫住阿珍嘅，阿珍成日講你壞話，家庭觀眾話俾佢聽，阿珍成日都話佢嘅。嚇、啊，有啲咁嘅事嘅咩？係啊，阿珍成日都話你嘅。嚇、啊，等我下次都唔會幫佢。係咪啊？嗯，好啦好啦，見你咁乖，下次我再介紹啲好嘢俾你哋食啦。好啊。咸柠檬蜜全港首创，只此一家。850克嘅五年咸柠檬蜜，下火下气化痰止咳，对喉咙肿痛好有帮助噶。而家都只系卖148元一支。Apis 嘅观众仲可以得到买五送一优惠，想得到呢个优惠，只要电邮阁下嘅姓名、联络电话、身份证号码同埋地址到 joyfulday@apis510.com.hk， 电邮请注明系索取五年咸柠檬蜜优惠，机会难逢，快啲 send email 嚟啦！酒楼摆酒，冇啲生意喎、啊，不如试下喺高尔夫球场搞 cocktail 婚礼啦！Patty Army Wedding 在西贡教西州的高尔夫球场设有 cocktail 婚礼连证婚套餐，在远离繁嚣的郊区办人生大事，有婚礼统筹师帮你安排，还包船接载宾客，那就不用怕不就脚啦。预订星期一至四都只是18888元，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都只是20888元，现在 booking 还可以便宜多2000元。首100对报名的新人还可以享有蜜月策划、新人 logo 设计和1000元折扣这些额外优惠啊。这么低的价钱感受不一样的婚礼，方法很简单咋。 APIS 的观众只要电邮阁下的姓名、联络电话、身份证号码和地址到 joyfulday@apis510.com.hk， 请注明是索取 Patty Army Wedding 高尔夫鸡尾酒会连证婚场地优惠。本台会联络得奖的观众，优惠期到3月31日咋，就快拉埋嘅你哋，快啲声音。蜂巢素提升呼吸系统抵抗力，产生抵御感冒抗体，是鼻敏感症状的救星。每支850克，卖250元。APIS 的观众仲可以得到买五送一的优惠。想得到呢个优惠，只要电邮阁下的姓名、联络电话、身份证号码同地址到。joyfulday@apis510.com.hk， 电邮请注明是索取蜂巢素优惠，快啲 send email 嚟啦！苦橡根蜜有助清心火、肝火、排毒，使你肌肤细胞重新启动。450克每樽180元 ，APIS 嘅观众仲可以得到买五送一嘅优惠。想要得到呢个优惠，只要电邮阁下嘅姓名、联络电话、身份证号码同地址到。joyfulday@apis510.com.hk， 电邮请注明是索取苦橡根蜜优惠，有兴趣的观众就快啲 send email 嚟啦。善药方由殷艳容中医师主诊，专医各种痛症、皮肤问题，专长中医针灸以及纤体调理疗程，是中医治疗的新一代保健中心。请电3188-5670善药方预约诊症。黄芪增加免疫力，抵抗病菌；红枣补气养血，益气安神；枸杞增强免疫力，补肾明目。有齐黄芪、红枣、枸杞的三宝精，经10小时熬制成8倍浓缩精华，最啱坐月调理的女士。而家仲可以用特惠价钱198元买到原价220元的三宝精，一个价钱就买到三宝的功效。咁嘅优惠就只有原生方。无论你想学风水定八字，又唔知跟边个师傅学好，而家机会嚟啦！明朝孝宗皇帝国师徐东风第15代传人谭文龙师傅正式开班授教，精研阴阳二宅、风水布局、八字五行算命，择日改名。国师级师傅梗系信得过啦！查询6514-8688。成日出去食嘢。咁样重落去唔系办法喎、哦，有啦，医院揾麦坚时复康服务中心啦，佢哋而家推出3个月体重控制计划，保证由注册营养师一对一跟进，助你3个月至少减12磅啊！原价3880元，而家特价都只系1980元咋，
仲免费赠送720元嘅三合一脂肪榜一个。你要减肥啊？即刻打2180-8775啦 ！Sweet 黑狗仔美容院又荣获星级演毛大赛冠军嘅星级美容师 Suki Lo 主理，绝对系你只狗仔最佳嘅扮靓选择啊！预约热线2320-0560，快啲带埋你只狗仔去扮靓靓啦！由学方主办有机产品零售批发管理课程三月新班，教导有关绿色有机产品的市场趋势、营运概念、入货渠道、市场推广、有机营养学以及绿色认证的相关法例，啱晒有志创业的人士，学费都只是1280元咋。三月15日前报名，仲有95%优惠。查询热线3421-1538。经络丰胸疗法以中药艾灸刺激穴位，疏通经络，使皮肤增加弹性紧致。现在参加可以398元试做，感受原价880元的丰胸效果。电话23688918，嚟神采美容啦！优质生活台除了可以在电视机看到之外，还可以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aplus510.com.hk 收看完我们所有的节目。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方法，就是用 iPad 和 iPhone 收看我们所有节目的了。只要在你的 iPhone 或者 iPad 上进入 App Store 画面，在搜寻功能上输入 Aplus510，之后按确认，画面就会搜寻到 APUS 510的 logo。 这个时候click入 APUS 510的 logo， 画面会进入下载 APUS 510的版面，你会见到有关 APUS 510的简介。只要轻轻一按 free 就会转变成 install。 click入 install 按钮，画面就会显示需要输入阁下的用户名称和密码，确认之后会出返去主画面。 APUS 510的 logo 下面会表示正在安装，只需10秒钟你就成功下载啦。你可以即刻用 APUS 510 app 重温优质生活台的节目，咁就可以随时随地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啦。而家下载 APUS 510 app，仲可以得到神秘礼品，方法好简单，只要出入 APUS 510 App， 喺画面底部选择留言。进入留言版面后，首先输入你的姓名和联络方法，然后再喺下面主题选择换领神秘礼品，然后提交。我哋收到之后就会联络你噶啦。仲唔攞你部机出嚟下载？千祈唔好错过啦！又见到我同诗诗啦，系咪以为我哋又会带你出街搵啲好玩好食嘅嘢咧？其实我同阿 Tess 咧，除咗识得带你哋出去周围玩、周围食之外咧，身为靓女们嘅我哋咧，其实我哋都有少少手艺、厨艺嘅。其实我哋咧都系一啲比较贤淑嘅女仔啦，绝对识翻整翻几味嘅喎。系绝对冇病嘅女仔系嘛？系咪啊？咩病啊？公主病咧，我哋一个上一代嘅女性系嘛？冇错，我哋系身为冇公主病嘅年代出世啦，所以咧我哋咧都会有少少秘密嘅绝技留翻，有阵时情人节啊、圣诞节啊、男朋友生日攞出嚟氹下佢嘛。其实咧而家时下嘅女仔好多都唔识整嘢食，觉得好麻烦啊，好油烟咁。但其实有好多简单、快捷、方便又好味嘅嘢，系喺屋企整俾你嘅男朋友或者屋企人食噶。系啊，可能你爹哋妈咪咧。試到你親手煮嘢食咧，都會好開心，係會加零用錢啊！係可能會，真係有可能嘅喎。嗱，今日咧，其實我同詩詩嘅主打第一輯，我哋嘅秘密小廚房啊。咁而家兔年啦，詩詩，不如我哋介紹咗你一個好應節嘅甜品啦，係嘛？為咗迎合我哋呢個秘密廚房嘅第一擊咧，我咧鑽研咗呢個甜品咧，好犀利，又簡單又方便又好味，就係兔兔奶凍啦，係一個好好笑嘅名，兔兔奶凍。是兔仔的兔喎、哦，唔係好笑啊！呢個名字，唔知佢有啲咩材料，不如我哋快啲話俾家庭觀眾聽先。快啲揭開呢個秘密，睇下兔兔奶凍嘅材料啊！
這個兔兔奶凍的特色呢，就是因為它用了白兔糖來製作的。 OK， 哦，兔兔奶凍是兔仔的兔，當然啦。平時我們吃白兔糖就吃得多，今次這個甜品主要就是用了白兔糖的，它有大概24粒，如果喜歡吃甜的朋友就可以加多一點，如果沒有喜歡吃那麼甜的話就減少一點，大概20粒左右。然後我們就有用到這個淡忌廉，我今次就選了這個叫做純忌廉，其實用法都是一樣的。嗯哼嗯哼。除此之外呢，我就揀了魚膠粉啦，因為魚膠粉呢就會方便啲易用啲啊嘛，係咪？嗯，係啊，係啊。嗯，咁仲有最犀利嘅呢個咧，就係主角鮮奶，係就係奶凍最重要嘅嘢。冇錯，因為冇咗鮮奶，佢就唔係奶凍啦。咁呢啲咧就係、是、我整甜品嘅少少嘅呢個裝飾啦，即、哦、係因為我咧今次咧就整咗9個小杯，但係佢係羹嚟嘅喎，係啦，所以我就要配翻9隻小匙羹咯。咁佢唔係裝飾，係一個食用嘅器具，食用嘅器皿係嘛？係嗱，呢、這個就是我今日揀咗嘅小型玻璃杯，喂，都幾靚喎，點解好似冇食到咁嘅？我覺得你嗰次冇食到，因為我第一次整咧就要攞其他嘅白老鼠嚟試一試。哦，原來係咁，即係好簡單嘅材料啊，其實都。但係我有一個少少嘅建議，你話用魚膠粉啊嘛，係啊，我覺得用魚膠片都唔錯。魚膠片是怎樣用呢？譬如它是透明的，都是魚膠粉的、嗯、即是都是魚膠樣、嗯、一片片之後你剪到它很碎，放在水裡就會軟身，如果你用來做奶凍或者那時候你用 mousse， 它會更加滑身的，因為始終魚膠粉它的結的程度是攪完之後它不會很順的。嗯，沒錯， Tess 是我們這個秘密廚房的師姐來的，其實是一個阿婆來的，聽她的建議不是意見應該是因為呢今次呢這個甜品呢就是快捷方便，所以我就選了魚膠粉的、嗯、最後的時候呢其實有一個小心得可以告訴大家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兔兔奶凍是滑一點的。嗯，想不到思思原來真的是懂煮東西之人來的。梗係啦，相信家庭的觀眾都很想快點知道你的兔兔奶凍的製作秘方是吧？好啦，第一次介紹個簡單啲，但係係咪真係咁簡單咧？就真係咁，我哋就而家即刻睇下點樣整先。薛絲大廚啊，冇錯。咦，薛絲，你係咪影錯相啊？我哋而家整緊奶凍，唔係整蒜頭炒嘢喎。啊，我都以為係啊，我以為我炒菜啊，但係其實呢一堆咧就係剁碎中嘅白兔糖嚟嘅。真係喎、啊，你真係擺白兔糖喺隔離，如果唔係我真係唔會信咯、啊。我要特登擺翻啲糖話俾你哋知。點解會一粒粒咁樣嘅？因為咧，白兔糖本身咧比較大粒同埋比較硬啊，咁、嗯、如果咧唔剁碎佢先去煮咧，就好難煮得溶嘅。哦、嗯，但係你咁纖瘦啦，好似冇乜力咁咧，咁温柔。其實你點剁㗎？其實我除咗有強勁嘅手瓜之外，我仲有刀同埋嗰個熱烈嘅心，係報仇心咁樣，代仇人咁係咁剁啊咁剁。係啦，當我啲前度男友啊，爭我錢嗰啲人啊。哦、啊，其實咧，好怨恨啊呢個感覺。我就用了刀啦，首先咧就將啲白兔糖咧就剁下佢先，即、嗯、係、就是、等佢分開兩三節咁樣啦、嗯。然後咧就用平時可能碌面粉嗰個木棍啦、嗯，就用少少力咁樣咧就去打碎佢哋。你嗰啲係唔係少少？但如果我覺得咧，如果家庭觀眾有其他更好嘅辦法啊，歡迎 email 嘅嚟俾我哋，或者你自己屋企試咗，總之碎就得㗎啦，係嘛？係碎會好啲咯，容易煮啲咯，因為如果太大粒嘅話咧，就可能煮太耐咧，佢都未溶得曬。即係你唔好理我用咩方法，我咬碎又點都好咁樣，總之碎就 OK 啊。或者踩碎佢咯。咁千祈唔好俾人食。喂，快啲睇下一個步驟啊！係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有呢、這個鮮奶啦，有400ml啦，跟住淡忌廉就有80ml啦，同埋魚膠粉咧，其實就大概用兩茶匙到啦，咁啊少少落嚟凝固嘅啫。咁跟住之後。不需要啊，跟、哦、住之後咧就要準備一個煲啦，咁、嗯、然後將所有嘅材料就加曬落去，加埋啲白兔糖啊，係啦，咁咧、哦、就要用慢火，但係咧就要快搞喎、嗯，因為鮮奶一受熱咧就好易燶，勁多泡咁爆曬，跟住噴曬出嚟咯。係啦，識整嘢食嘅朋友都知道，咁、嗯、然後咧煮到佢全全地溶曬啦，咁我哋咧就可以準備一個小嘅筲箕啦、呢啦，跟住咧就將呢個煮熱嘅白兔糖咧就倒落去先，咁、然後咧就可以再將佢倒上去呢個玻璃杯度，即係你個器皿嗰度，係啦。哇！哦，原來留翻啲紙係咁用嘅，冇錯啦。喂，好得意喎，真係，好似出面街買嗰啲咁樣啊。係啦，嗱，呢個咧就係最終嘅完成品啦。喂，就是這個、真係幾有心思喎，時事嚟睇唔出都係一個賢良淑德嘅女仔嚟嘅喎。即係唔好講笑，實不相瞞，其實我個人咧，雖然身形比較龐大，面型比較龐大，其實我心地好細嘅。係咪？我都係，雖然嗱比較高大威猛啦，把聲又粗聲粗氣，但係依個未婚嘅女士，我都識得做下家頭細務啊，煮下嘢食。咦？係啊，我哋呢個時間好似～
似變咗我哋嘅 sales 自己係咪？唔係，但係你真係幾有創意嘅，用翻嗰個白兔糖個紙啦，嚟做翻個 cover， 咁就算拎出去俾人食咧都。即係確保到佢乾淨啊嘛！係啊，其實咧，因為我第一次嘗試啦，咁自己即係創作咗呢個小甜品出嚟咧，咁我咧就揾咗身邊幾個比較好嘅朋友咧，就試一試，即係唔會有事係咪？做個白老鼠先，咁原來佢哋食咗 OK 喎啊，咁然後咧佢哋又好中意呢個賣相喎，咁所以咧下次就可以整翻嚟帶俾你哋食啦。嗯，咁都好喎。嗱，今次第一次整嘅甜品啦，思思教咗一個比較簡單嘅，但嚟緊咧，我哋就會將個難度逐漸升級，介紹嗰啲好嘢俾你哋食，等你都知道時下嘅女仔好似我哋咁，絕對係一顆善良嘅心，係一個賢淑嘅女仔嚟噶。下一集我哋嘅秘密廚房再見啦。睇节目攞礼品，观众请留意以下问题，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由玄学家黎怡铭师傅送出价值9000元嘅狐仙吊嘴连开光证书一套。根据今集节目内容，真妈带大家品尝边一种嘢食呢 ？A 鸡蛋仔 ，B 班戟 ，C 夹饼。知道答案嘅观众，即刻拎起你嘅 iPhone 同 iPad 喺我哋 A Plus 510 App 入边留言区位置填上姓名、电话、电邮等个人资料，再将主题选择睇节目攞礼品，再在下面内容空格入面填上正确答案、节目名称和节目播出日期，最后按提交，那你就成功参加睇节目攞礼品啦！答案请于3月29日中午12点前提交，名额有限，答案的朋友将以抽签形式选出得奖者，本台将尽快联络得奖观众，记得日日黐住优质生活台啊，大把礼品送给你。